你要找阿哥啊？哟，哎呦，去到因家啦，咁要甲伊照灶骹煮暗顿啊？哦，害我等到即摆嘛枵甲。伊甲我讲，伊咧无闲，伊竟然到许落因家煮暗顿。系啊，啊，是安怎想？伊即摆甲我同齐来，我要看伊是毋真正咧煮暗顿，行。哦。想找你的录音的，你到底是谁？阿妈过来。那有吴奇隆啊，你紧啊，把衫穿起来啦，我替你洗好烘好啦。谢谢。那有吴奇隆哦。啊，你我就杀到刘德华啦，哈。阿哥，不是啊，永和梁朝伟。我问你啊，你不是说你在录音到主持啊？哦，碰到了，你是在主持啊？在炒饭啊，对不？个人跟我以为同款啊。你现在对查甫人有兴趣？真正顶边高倒的时阵哦，叫那个 Jacky 啦，拍一个头甲歹去啊，规个人个性拢走进去啊。以后你来阮家睏的时阵哦，我可爱加穿几啊领。徐一亮，你们看差不多哎。这吴先生哦，是洛云道的保险业务员，伊的衫哦，去有咖啡蓝的，我替伊洗洗，较正经的啦。对啊，阿您到底是在讲啥？阮都只在讲，你莫想像这样，这是阮工商局的方式啦。